你嘅心意一陣間應由後台俾佢。好多謝兩位嘅演繹啊！接住落嚟要為各位觀眾介紹一曲咧，大家都好耳熟能詳嘅名曲《同是天涯淪落人》。白居易患逃失意，被貶谪於沉陽，鬱鬱不得志。今夜佢喺沉陽江畔偶遇苦命嘅歌娘，歌娘道出身世。 二人深感同是天涯淪落人，而白居易更加積極揮毫，贈與歌娘一首《琵琶行》。為我哋送上呢曲嘅咧，就係蕭強先生同埋珍妮小姐。掌聲請出佢哋兩位，同是天涯淪落人。 醉不成欢，惨。
相别，唯看江水月怎看。
娘又嚟，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又抱琵琶半遮面，姑娘。求将恶运伏阿昌坛，相公见笑了。
得出刀枪命，厮杀得天仇地惨，不服听恩啊声花底还，伴一契春岁散散，韵律声有爱愁，情无限，一声声悲凉，暗恨尽在死。人世间，一幕幕荣辱悲欢，转眼若烟消春残，今年欢笑同
同是天涯沦落客，宅居沉阳，厄困孤单，身似孤舟薄兮残月阑，今夜相逢无悔晚，有恨听一夜曲仙乐叹，听错愁恨反觉舒坦，陶情光天际分外难。今夜逢君不幸相怀，还有幸知音难觅，得欢颜处且欢颜，聚散人生相近欢颜，琵琶一曲余音萦绕在心间，上当秀才喎、你是一位大诗人。吓，乜你因何会？哦，听在旁客人称呼，识才难女相逢，原来是白居易先生、卢克先生词诗一首，以寄今夜奇逢。哦。原来如此，好啊，唔当书写以赠姑娘。
良啊，写好了，请收下。多謝曬佢哋兩位。